非常棒哦，外面下大雨，我们竟然可以这么的准时到，所以我们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Shut up.
去走出，大声一点。
灯会呢，我们开始就是会去摆饰旧开始看。你看这一张图，这张图是一位独居老人，他住的小木屋，换上冷冻的时候，然后放下身段，那表现充分表现是一个尊重跟爱。很棒，很棒，来来说起来。请坐。国际会议厅非常适合放电影。来到这边，很多人都说有讲座，但是你可以讲书，有什么讲座？防灾事，防灾。防灾有吧？这个只有师兄师姐知道。请坐，请坐。这就是这样。When we disagree with one another, arguments arise. 哇！好，那欢迎这两位同学加入我们的团队喽，真是太厉害了，他们给他掌声哈！好，我们有个小小一分钟的短片。
如果我们互相都吵架，然后不然就是不互相讨论的话，那个纷争就会有纷争。说的好不好？太棒了！来自林就变成是非。那我们的分享到这里，还有包容对那位同学，我也会去找你哦，大家。一定要记得，来，你念一次。We are often trapped by our own opinions. When we agree with one another on something, we will regard it as true. Yet when we disagree with one another, argument arise. 哇，给他掌声鼓励！你来上一上上面九阿姨的音乐好哦。通过刘子直播带来的分享，那他之前也有来过执照分享，那我们都觉得受益良多。对，那请我们师伯分享。掌声欢迎我们的师伯。有没有听到声音？有。我们先来看一部影片。自我认知能力的差异。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老子也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就是，一个人能够认清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认清自己才算得上圣明。是没有本事的人，他才会自大。是有一句话，哎，不会拿来告。会教，未被人会教，会教人。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这是小智，就是我们讲的聪明，我们讲的聪明。然后呢，自知者明呢，这个是属于我们讲的是智慧。所以呢，你的见识跟格局会影响到你的看法哦。很谦虚的人，因为他会怕，他会懂得怎样，懂得谦虚。今天是24节气的时候嘛，但是有一样事情挺奇怪的，你知道吗？有小暑一定有大暑，有小寒一定有大寒，但是小暖一定没有大暖，因为大暖不符合我们古人的自我。小暖的这一天，雨水开始蒸发，江河渐满，满水开始出现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所以小满这种状态特别好。小满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但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所以从这个角度，小满其实是一年中最好的一个节气，也是我最喜欢的日子。人生小满不自满。在家里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还有我们在学校在慈济这边，我们都有学到一些的知识，不只是要用在考试中，更重要的要怎样例行于生活中。好，感恩大家。好，下一个环节是心得分享。很开心能够接到慈济教福我们所有的慈济，我感觉好开心。今天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有，好，我们给他掌声鼓励。是透过刚刚老师的分享，然后就是让我知道，不要太自满。谢谢大家。好，感谢。教师节，教师节是属于我们老师们的节日。那我们请，所有队辅跟工作人员是教师的，请出列。谢谢你，感谢有你。第一名是我们的